你好，蔡记者。刘洋你好，陈东你好，撒老师好啊！你好，你好，终于又见到了，哎呀，真是好久没见，非常挂念。两位今天怎么没能一起来到现场呢？蔡旭哲，啊，到现场，这是他的任务，来做个节目，搞得跟出舱一样。他们，对，蔡旭哲今天出舱活动，这应该是你们返回地球半年以来第一次在节目当中同框吧？对。刚好返回地球也是半年时间了，对吧？我们是2022年的12月5号返回的，到今年的6月5号正好是半年的时间。这半年怎么样？身体恢复的状态恢复的？目前这个身体状态基本上恢复到飞行前的水平了。是吧？对，因为我们这个返回以后，正常的身体的恢复期就是半年。听说这最近又开始打球了，您又开始？对。此刻陈东和刘洋两位，你们是在哪儿呢？在我们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模拟器大厅。撒老师，海阔天空，你终于记起来了。我在我们飞船上升阶段，我们在舱里面，当舷窗打开看见美丽的地球之后，我同样说了海阔天空，当时我觉得也是在跟大家打招呼。哎呀，很漂亮啊！啊，看看外面啊，眼前一亮，爽！地球都浮现出来了，海阔天空，东风光学 USB 雷达跟踪正常，遥测信号正常，东风飞行正常。因为陈东特别喜欢这首歌。不过当时确实看到那个景象，这四个字儿，我觉得还是能够概括当时的一种心情。太契合了，对，非常契合，所以有这个"海阔天空"这四个字儿。